快快捉一坛，夹龙船解围阵。每日拿枪不到十五安两，如今官告济贫，下一世大人提拔我等众我英雄，官爷两岸官台跟随大人以来，如今官告济贫，此乃是大人提拔，众位英雄，我也。你我弟兄自创业以来，皇贤弟身为不降，此乃是三太爷教子有方。众位英雄，谢有。虽然三太爷教子有方，像我等武林为官，还是大人提拔之恩。我说众位英雄，是英雄。像咱们在陆林阴霞上义，也不过是邪府地平。想到这做官的人儿，还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阴功五读书。常言说得好，千里马还得千里人来骑呢，何言大人提拔我等呢？还是大人提拔。清晨无涯对我孙权，莫非有什么不强之事？老兄弟，想着乌鸦乃太平之鸟，乌鸦身悬，何必忧虑呢？顶牛不响，二堂串联，大人身堂，两相伺候。
上，西里小伙趁早而立，哪个敢犯霸王堂？一代登时天霸大人被封那强不到吃饱安良，将是你等之力带本源大本军金色兵顺上丢封神为何等船长大人提拔军阵成群，万民安乐也。我知下，启禀大人，正知下，向俺解释，向俺解释。官督诏曰：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口外，心灰失礼，圣上恩赐御马，民非之月追封千里驹，今有胆大之人夜入御营，杀死金夫，盗取御马，临行留下诗信一封。梁千岁大怒，命八勇台去到海下调回副将黄天霸，不拿盗马之人，有了盗马之人，将功之罪，诛盗马之人，分蓬蓬，实施论天霸等，一律同罪，执意图把王昭谢恩。他不是天霸，天霸见过八侯爷，还是八侯爷天霸。我们家在十里长亭等候于你，不要误了时刻，带个马。是是是有了盗马之人，还则罢了；如盗马之人是空你黄门中的阴灵，赋予了我帅。愿受惨刀
我拿刀马之人，我想这事有天定，也非人理所为。现在八头爷在十里长亭等候于你。哎呀，大人呐、啊！事到临期可没有说话的功夫了。看你今的话，
当多受风霜之苦，岂敢为国勤劳，何以辛苦？天罢可曾带到？好是天罢到此，必须用言语金下于他。那是自然，天罢后面歇息。
天臣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担待。奉大人建安天马十分欢喜，今日建安十分大怒，你到魏州何来？魏州何来？才与梁廷尉奉旨可外行，无以设立，今有担大责任，夜入余阴，杀死了金夫，盗取了御马，临行留下剑帖上写：日定若问盗马人，非表我不便知情。梁天尉失落于马，十分大怒，宽心了一月，彭大人又献水共筹40天，命案天罢，捉拿盗马之人，有了盗马之口，将功撤罪。若无盗马之人，要将我从哪得家？我英雄跟随三太爷走镖，不过是山东山西，直抵淮南一带登平，向着可爱英雄也未曾到过啊。一人雄不惊，难道是那盗马之口雷声双翅飞过天边，越过了花板不成？
哎，我说老兄妹，向着口碑地面不过是热河八中分塔过哈不拉不了张家口虎子口马兰关山海关一带等处，要问这些个地方，哎，有位老不点的英雄，他知道是哪一家，就是那人称赛毛子杨香武杨武松。他金丹虎阵他不在了，他往哪里去了，他死了。嗨，这不是废话吗，忘了吗？完全之计在此，我会完全之计，准备大车20辆上塔黄旗，上前贩卖红花紫草的扩山，一路之上穿山越岭，若有责人下山请出一个追问御马的下落，也问这夸子的目属于好只怕难得凑巧。哎，我说老兄弟，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今就被司马当的活马是唐龙机缘，也是你我大家之万幸啊。因此有你众官兵都来我兵来，准备大车20辆黄寨进京，上插黄旗，上天贩卖红花紫草，可上一路之上穿山越岭而过，倘有责人下山，尔等不要惊慌，由我等随后安排去吧。我英雄黄云八九番一同前往，大人急救月中情欲烟透，不成为你做何事呢？再次到马回上堂，要是我们回大班停路贤弟马过林道台之道火与马，要是我们只是无能之辈，这有何难，你我弟兄下山去坐上一波好买卖，要拿走我盾见识见识。我也趁命落落下山打扮，我也借回报。吊车打死三下经过哪一坛？哦，
大人我还瞒到了你我一起下山一起下山那一家战士并无敌人哦并无敌人是是是是小安的标尺确也不难胆子一点大一点俺手中的刀啊他却不肯哈哈Thank you.
老师为首之人哪儿不是，若我为首之人定造一个论人的臣铁罗汉子。陈琼快快起来起，称道是才听仁兄之言，都带着一谋骄傲深厚，是才多有得罪。惭愧，准镖客遵心大聘。这少时上山必有拜帖陈仓，什么镖客还要上山拜阎王？正是镖客你来看的两者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于有数百里，内有二十一所寨门，你无有要派也能得定。这个这不方式，我这里有要派一遍，你带在身旁，到了山寨无人阻挡。啊，仁兄，少时到了山寨，你我弟兄还要拼尽拼尽呐、即使我家寨主好友，我的肩杆高攀，不然之中家为一碰。哎呦，无论的好朋友，山寨在一起，山寨相会。哎，朋友，回来回来，娘急什么？把你这吃饭的家伙收回去呀！给咱们来个避山不出，再就不再降又不降，靠个冷子把御马给弄死，那家子岂不是鸟枪换炮，越玩越壮了吧？俺西方早有一计在此，有何妙计？必须有一出进坛庄之人前去拜山，另去买山，暗探御马。若是有了御马的下落，再做大不利。好啊！既有此计，待俺天罢坐堂。且慢，想俺德文人与三太投身四海，一吃饭前去，岂不是养鱼糊口？胡子不必拦住俺，就此去。哎，皇爷，千万不可莽撞，你我回到公馆另想别计。到底此去若能成功，就定在方才那人的身上，况且又有妖派在身，怕他不来，你们不要拦住俺，就此去。哎，不是。Yeah.
的拉着他拽着我干嘛呀？我拉错了，拉错了，香海呀、啊、你这是我们香海了。哎，
镖客驾到，道貌接待不周，当面失退。是刚雨下来的路莽，再之海寒。岂敢石牌在山下，不上岸再对之人，道貌这里当面欺负。哎呀呀！再去提起我的王怀了，石牌山下。多亏连门人穷，想让我这里当面谢。哎呀，惭愧，请从。大同我言道，镖客无意朝廷，何必炮镖回也？留在山寨，共同大事。待一下。将镖客送过关头，交差客商回来，官王在期待期待。六年之中，一切当天，我也期待儿子镖客来之，特遣了啊！路过黄山，还是特到交寨。一下一来拜望，二来有件好买卖要信誉在之。但不知什么好买卖？乃是人的啊，走啊！连环套甚多，算不了什么稀罕。那与众不同。哦，与众不同。臣听，镖客何不将来我们大家一听？在之将多深前一步，余下也好演讲。好的，打。此马身高八尺，头盔长两尺，头上身裙泪下身兵，左右红光亮夺，名为日月坐霜。历经千里千里，夜走八坡不明，穿山越岭，日走平定，满江孤寒。十州万人飞，我被英雄若有能人将此马倒在手中，可算是虎骑论奥里多尊天下第一的英雄。好汉得意，
有300名家丁，200名教师，不分昼夜轮流看守。我本英雄不能到手，岂不是枉然？你今上山，还是真心与谋解救，还是假意的？哎呀呀，余下此来乃是高攀，焉有二意？既是真心，我对你实说了吧。我代表今有太玉梁九公奉旨考完行回，身上亲赐御马，命为日夜追风天里人居。是孟霞的山去石山奔林，梁与马倒回山寨，我也不管300名家丁，这200名教子哪放在斗毛心上？哎呀呀，吃也了啊！呼呼呼下句句是言，再句是谋飞扬扑倒起来了。怎见得谋飞扬扑倒？像那鱼营之中，兵是兵山，将是将海，就是雀鸟也难以飞行，万事是倒马，你连马的面也难见得很呐。我说此话，镖客不信。我却不信。两力不信，大头不来。只知曹操杨玉马鞍缠备好，速速的按死。有何为凭？什么金鞍玉佩、黄蓉紫缰、两旁是金坠等，向下提胸，对对成双，速腾人下，引干山涌。官马在之前，哼！哎呀，果然是金鞍玉佩、黄蓉紫缰、两旁相衬、赤金坠等。向下提胸，对对成双，见马之同心之愿。太玉梁千岁，千千岁！哎呀，乡下人呐！该知镖客。我想此马身在世间，受乡亲夫，他足下未必能快吧。某下到马世间，趁亲一趁，此马嘛，倒有千里的绝尘。如此说来，此马难行，难行。快快得紧，快得紧，大爷毛钱子。可惜是废物了，咱见得是废物了。两品罪行为各州府监捉拿盗马之人，
该知不能之外臣妻，岂不是废物了？俺到此来臣妻啊啊！不问臣妻，你倒插此事。当年姚家仇人与魔作对哦，但不知该知的仇人是他们哪一家？不是镖客提起。哦，我倒忘怀了。实在你那白帖之上，我那仇人与你同乡啊。哦，同乡？非但同乡，而且同姓。啊呀呀，同乡同姓，这倒巧得很，但不知是哪一家。这回是哪位呀，镖？我们当然靠，这我是哪三太爷？这我是哪老匹夫？我来人，此仇你报不成了。啊，怎见得我报不成了？三太爷兵天了啊！那老儿他死了吗？归西了啊！哎，三太爷死，我有他的全家。宋大人，何不学以匡弘大梁之人，要求他的满门满世是死去的三太爷，就是一家的敢问飞天啊！今年之言。与三台暂停，暂停！大爷莫非在暂停在我的工作用在红沙浪里？暂台是你什么？乃是先父爹爹王天恩。大爷王在这儿，快点的！便岂不认罪，万死不辞。你若舍得情去离愧，心到我家斗大牙齿，王臣下一个人子，你且听到再次听讲。一张金镖欺压罗林，你不明集权，与某持镖结印，我二人约定在篱下面彼此较量。你不不慎冒虎首双钩，打得万的发。俺半道尘埃，石台言道，你不一死天罢呀！天罢！两年也难逃公道。哦，
小心音啊，乃我父之过，但不知我父为了何事指标谐音。这位他就三虎剑之先彭彭，彭彭为官如何？为官清正。既然为官清正，为何把持丢官？被恶霸吴文华陷害，我父接应之后，官复原任。那吴文华你三火见阵法，彭彭后生火之，彭彭后生火见之父。如今何难？当朝一品位列三台，至中时间，大大忠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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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又不难。我父接应并非为你之位，大救天官。和睦相达，你不接应还是罢了，你反指着为虐心斗无敌呀、啊啊啊、董大元，你称敌什么英雄？你论敌什么侠气？连环套我容你举举刀刀，众位将军人与我拿下喽、啊、你们慢慢慢呢、啊、按天霸上山，兵铁陈仓，以力当先，身旁寸铁未待，一仗你们连环套的人多，你们来来来就将俺天霸半道城寨碎尸万段，俺都周济州没头，算不了黄门忠弼后患难。天天不认识了，一人气死你呀！他两回上山，三下必勇当，命山下一路一路方为英雄好汉。明日在山下比试，一对一过。方算的英雄，俺若不慎匹夫认罪，万死不辞。你若不慎呢？御马见尸，随你道观认罪。丈夫一言，岂能放回？道观此且慢，接你上山，送你出寨，牢牢的百岁送天霸。走了一趟，您有空去之力，可曾回过窦尔敦？回不了。
我正探过御马的下落。御马现在连环逃，有了御马乃是老兄辈之幸也。狄仁兄，皇帝，你到那周尔敦找去御马，为了何事？为了何事？只为当年李家殿之表结姻之仇。此乃为还几千仇，怎奈匹夫之辈？俺葫芦通倒有一计在此，有何妙计？连将连环套团团围住，加其干柴烈火，是这样烧恶烧烧恶烧啊，烧死了这般子口吗？嗯，不用说，一个跑不了，一个也跑不了，那窦尔敦也烧死在内了，也烧死了，那御马也死了。这御马一死，老兄们如何交差？又有何脸面去见彭大人？哎呦，我的好哥也！往后这馊主意少出点，简直是不像官话。不像官话，不像官话，不像官话，不像官话。啊，就算我没说吗？这不结了，老兄们，临行之时跟那窦尔敦是怎么样的想法的？我二人约定，明日在山下彼时较量。全场列为英雄之力，那是自然。可问白燕，大家同意？众位仁兄起，皇爷起。看方先生，今日一人前去看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得志高胆大。常言说得好，死一人犹如松草，留一命重如泰山。还有那窦尔敦爷，明日三下比武较量，倘若得胜，自是万幸；若是不胜，老兄弟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兄弟的钢刀现在我手，我不免盗取他的腰牌。今夜晚间三更时分，换了夜行衣，夜入连环套，探听个虚实，也好做一准备。倘有机会，助我老兄弟成名，我就是这个主意。主意发表了，我来了就是这个主意。
二位，我不是奸细，我也是连环套的头目，奉了债主之命打探买卖，前来禀报债主。我有要害，怎地无有？刀痕痕，刀痕痕，要害怎生而为之弟弟啊？在山下买卖，山下买卖太忙，现在只还接。我的帽子哪儿去了？我这得了，他那也得了，回头我们债主这一喝酒，他也就得了。十风走草，到我蹲正要饮酒，是我想富不饥民马日寒，与他下在酒内，骂他这人是不知，此乃天中案。
是什么地方不地方，当初李家店官子茂一时大意，两怕难逃不分手。走跳
华县镖客房。哎，此事定是天霸所为，众位贤弟，来人，此事不可对外人言讲，恐被他人耻笑啊！我的记下了。去了，我等不交，喊你钢刀现在他手啊，又将妖才盗去，莫非他有什么大义不正？众贵人都和未必有大义，人心难测，应上殿去。钢刀现在你手有钱，妖牌刀具，难道是你有什么大义不成啊？你有什么大义不成？老兄弟，你把手撒开，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成不成？看你有何话讲，看你还讲的什么。嗯，我有的说就成了。娘，你就说。真痛啊！哎，我说老兄弟，你跟那窦尔敦约定山下比武较量，倘若他不胜呢？他如不胜，与马先吃，随我们道观认罪。嗯，那是当然的喽。可是那窦尔敦在此招居多年，党羽甚多。再一说，这强龙难压地头蛇，您就准保得胜了。俺若不争，匹夫认罪，与你怎么相干？真是怎么呢？您瞧瞧，我还得受点闲气。哎，这话我是这么说吧，我想你一人前去看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得志高胆大。你与那邓二敦约定，今日山下比武较量，倘若得胜还则罢了，若是不胜，你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于流水吗？我想知进者方能同居，患难相交才是朋友。于是我拿了你的钢刀，盗取腰牌，三更时分换了夜行衣，夜入连环道，是指望看清个虚实也好做一准备。谁想时风凑巧，窦尔敦正命人备酒，是我将五谷鸡民麻人胆与他下在了酒内，骂他个人事不知，万般一刀将他打死，念他与你父都是老不点的英雄，不忍暗害他的性命，盗取他的虎头双钩，将你的钢刀插在桌案之上，叫他今日山下彼此较量，惧怕一你，敢得于你。这个事儿都是哥哥做的，你兄弟露这个脸儿，您瞧好不好啊？哪个听你一派谎言？费了半天事儿，闹个谎言。虎头钩今在何处？有的。
在这儿等着我呢。来吧您呐，连钩带腰牌原封没动拿去吧，上司老爷。狄仁兄，王爷，当年离家店彼时较量，可是此物？正是此物，好好收起。交朋友不过如此吧。狄仁兄，方才小弟莽撞，这厢哎，知人兄再有顺气，小弟给你跪下。哎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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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闹着玩的，往后这脾气改改，别拿朋友当冤家了啊。师太，小弟多言，算不了什么。我们到了三家，团长众位人穷之力，嫂子到了三家，照着哥哥这番话跟他说，没错。好，众官兵头上。连环刀石头。也甘心情愿呐。今日别事，不用俺虎首双钩，也认得我二十担。瞧的，瞪眼说瞎话。老兄弟，昨晚不上事情，告诉告诉他。宋大人，昨晚三更时分，俺一日连环套，在之正在分。金瓶上茶水，本当你刀将你杀死，年代你与先父俱是前辈的老英雄，不忍伤害你的性命，故而将俺的钢刀插在你的桌案之上，倒来你的虎头双钩送了过去。钢刀的换就要翻脸了，老兄弟靠后脚，哥哥跟他说两句。嘿，让我蹲。
放下油花说开了好不好啊？看你讲些什么。我有的说呀。讲。我说窦寨主，要问你乃是大义的英雄，佛迹前头，庄皇天地，三经十分，夜入连环道，现在说在温金亭上打碎本当地三将，你杀死念你与他不都是老不点的英雄，不肯伤害你的性命，盗取你的斧手双刀，将他钢刀插在你桌案之上，你就该知恩感德才是认理。怎么着，趁手的家伙刚到手就跟我们翻脸？我说窦寨主，你来瞧瞧瞧，咱们哥们儿可全来了，也算的是言而有信了吧，你就该献出御马随我们道观认罪，吉凶祸福尚在两可。怎么着，非单不领情，还要跟我们哥们儿较量？我说姓窦的，你有几个脑袋吃我吗？要杀呀，昨晚嘛咱们就把你给杀了。不是我说你这么有大量之财，哎呦哎呦，别不害臊喽。哎，我与你不结冤仇，如今怀恨有恕无情，念你插刀倒钩恩情厚啊。怎么的也罢，两家冤仇一笔勾，好朋友，御马牵过去，拿过来。奶奶和我会有亲人亲。你乃平辈的老英雄，不打也罢。朝廷的王法，言有不逮之理。